看克里夫兰 Labor Day 的 Air Force Show， 好帅啊！天气很好，飞机很多。哇，这个好帅，转这么大个圈。哇，这个也太快了吧！哇，哇，超好高！哇哇，这都已经高到已经看不见飞机了耶。那飞机呢？哦，已经高到看不见飞机了，没了。哎，他不回来吗？我听得到那个声音。今天早上我们在那个美术馆的时候，就一直听到这个，轰炸机的这种声音。当时还在疑惑说，这周围是不是有空军基地？为什么这么多飞机？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是 Labor Day 的这个 Air Force Show。后来是今天下午到这边来看这个五大湖之一的这个伊利湖，然后才看到，哎，为什么到处都封路了？为什么这么多人？为什么路边上全是人？我们才知道今天有 Air Force Show。哎呀，没下来了。哎，刚刚飞机飞上去就不下来了吗？哇，你看那边停车场上一片浓烟滚滚。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哎，这很密集，它这边的飞行表演，哇，好整齐！哇，飞这么高吗？哇，好帅哦！哦，这是他要画个爱心吗？画爱心，然后要交汇。哇，这个好帅，这么大个爱心！哇！鼓掌，大家还是喜欢看画爱心的。到这边才误打误撞才看到，哎，这么多人原来在看飞机，我们就随便找了路边一个地方停下来，就临时决定看飞机了。本来还有计划去其他什么公园啊，去看湖啊，现在都不看了。我刚才说到这旁边本来有个马的，估计那个主人怕马给吓到了吧，这飞机声音真的很大，哎，然后就把马给牵到房子里面去了。但是现在还闻到阵阵的马屎臭，你看那个地上一坨一坨都是马的粑粑。
了。那空军真的是各种军种里面最帅的，就空军。哇！好声音好大呀，这个飞机。